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今天表示，未来疫调结果会以风险高低来判断是不是要公布。不过卫生局在今天晚间也公布七位确诊者的足迹，横跨十个行政区，这包括了多家的连锁素食店、量饭店、健身中心之外，还包括了立法院、仁爱圆环旁的教会，还有高铁南港站到嘉义站，以及多间的餐厅、大安区的酒吧等等。卫生局提醒，跟确诊者足迹重叠的民众要加强自我健康监测，如果有疑似确诊的症状，可以先用家用快筛采检，又或者前往七家的社区采检站以及医疗机构就医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